你画画就特别轻松，是吧？信笔拈来。嘿。那这个立体纸都能画出效果。嗯，哎，效果。是，这个纸还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比你那个纸好。你看，画画，这个跟尖，这个跟尖，高，墨小，对。
对，这个根就这个根茎，三个吧？你看是不是三个？嗯，是个吧？这个根茎，这个三个小一点，这个这个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嗯，这个平茎是变形，你看这个根茎是不是一样吧？嗯，啊，对，这个对，这你看这个三个椭圆形，三个椭圆形。我提出想都不想，不要想的，是不是？看这个的，这个三个，这个三个，再加叶子是圆的，圆都三个搭配四条了。你真是想都不要想，我想到自己这一，把这个感觉画画，你不要盯着这个地方，想你盯着这个地方才是高手，绝对不要盯着地方上，地方上不要想的。盯根茎，告诉你盯那个根茎。你看这，你看这不是，你看，这你看这是面，这是线，这是点，再加黑白分点线面。把它煮烫。你看到我画这个线没有？圆的。嗯。发现没有？这个线是圆的，给你感觉是圆的，不是扁的。嗯。这是功夫，你该练书法，你不练书法，你达不到这个这个线的质量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线都是圆的，一笔画上去都是圆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祖坛你们那边也有啊？是有，我们边也有的是。不着光了，往上面挪一挪。嗯。我发这个小饼，我发不过瘾，发一个发大的。我这个人爱发大发。你给我发的是水墨淋漓。嗯。画大的更加有气势啊。对。画藤都在那画，嗯，要书法功夫，嗯，要这个线条要书法功夫。线条这就是圆的，你看，圆的，看到没有？
这个我都发的信都是圆的，这个信都是圆的，信。一般人发的不发没有是发功夫的话，他发的东西线是扁的，扁的纸上面的，不圆不厚重。佛祖，你那边的裱画到什么地方裱啊？到我家里边。不是，你现在裱画，你没人，你没探针？我们在那个吴中桥那边。吴中桥里面是吧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。裱的不好，我看到你那点东西。裱的不好，对，它机械裱。太差了。它机械裱没办法。嗯。他那个跟手工雕肯定是没法比的。你到这边叫的，嗯，哎，这个墨夫，老豆叫的，老头儿就这样，这样，特地的老师这样的，抖一下，粘到里面去，嗯，对，这是老豆叫的。他叫我叫个白少了一点。我为什么点点？我经过这个空间，你看，点一个，这个地方点一个，再点一个，这个空间就放过了。嗯，不能画个线，这个线。嗯，三个点就是一个线，三点成一线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嗯，发好了一张。好。